呢部挑战最快中档呢个反弹舞笔胜利之王啦，里边落到八仙波就24号啦，第三位开边红色舞笔咧就建议快起步扭一闸咧，依家上嚟第四位咧嗰笔咧就系黄笔鸟嚟噶，黄色舞嘅。好啦，转紧500米弯啊，24号单骑放领啊，首遇第二位，见到中间咧一路骑紧上嚟，见到咧开边嘅建议快咧，中间夹住胜利之王，咁啊黄色嘅舞笔黄笔鸟都可按上翻少少噶吓。好啦，四只马入晒镜头啦，转翻最后直路咧，仲有300零米路程到终点嘅。里面落到数出嚟24号，中间系胜利之王，开边揿咗上咧就好，反应健而快啊！巴洛尾仲系冇得走势嘅黄笔鸟，好啦，仲有100零米到终点啦，咁啊胜利之王仲系占先嘅，但开边冚上嚟好劲咧，就健而快啊！揿咗准备过啦，叮当码头一对马都系爱当健而快赢第二组试习，跑地名后咧胜利之王，第三名就24号，跑第四名就系黄笔鸟。